专家，爽肤水可以用在眼睛上吗？隔离霜可以用在眼睛上吗？爽肤水还有隔离霜都是不就是都是整个面部都可以用的，因此的话呢，眼部也是可以用的。只是在用的时候的话呢，特别是因为水性的东西，这两个东西都有一点点刺激，所以都要把眼睛闭好。尤其眼部的爽肤水的使用，可能跟别的地方的手法不太一样。对，把我们的这个爽肤水适当的这样的倒在上面，拍到眼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眼睛闭上，然后轻轻的要打圈的形式，这样的。这样轻轻的这样拍出来，通常我喜欢用完爽肤水让它稍微等那么30秒钟，然后再上这个下一步，比如精华什么的，这个不要马上就上啊，我就让它稍微拍一会儿，给皮肤做一小小的按摩就可以了。